出去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这玩意儿谁的呀？打扰了，真的。陈小山，跟我去买点零食吧。我陪你去吧。裘老师让我跟他去。乔老师走。哎呀，赵小山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既然不喜欢猪猪，跟他那么亲密干什么？不是说出去买东西吗？还在这儿说什么呢？我跟裘老师说些事情。说完了吗？没有。看样子你们说的好像不是同一件事。你难道不想知道吗？什么？那个人是谁？谁啊？小山，过来，我买这么多，老婆，不能买太多了。要么你就别玩了啊！小佳，你啊，要不你也来玩？我去玩吗？来玩嘛，一起玩。比大小。好啊。哇！加油！开开开开！你要是求我，我就替你喝。哎，佳音的病刚好，还不能喝酒，我来替她喝。哇！哎，就是。哎，再来玩一把，快快再玩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。不好意思，打扰大家一下，我跟佳音还有些话没说。秦医生，请病，叫我请病就好。请病，那你的那篇论文的问题是什么？哇，佳宁，现在这么好的气氛，你还要和我说学术吗？那就聊一聊你的留学生活吧。猪猪，哎，干嘛？去帮我点首歌。什么歌？无聊，那就聊聊你吧。我有什么好聊的？那聊聊我吧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真的吗？我还可以更好的，你想知道吗？我现在吃的，现在吃的，没有。哇，赵老师还会唱外文歌呢。She walks through her life by herself, keeps a broken heart hidden on a closet shelf. No one seems to know that Mary cries, because Mary's always living in disguise.为什么让你转交？我怎么知道啊？
有事吗？为什么是让童墨把这个文件交给我？哦，他刚刚来找我，就让他顺便拿给你了。怎么了？邱老师，这份文件有几个地方我不太清楚。哪里？这温度写的是98。嗯。时间是3分钟，不太清楚。不用靠这么近吧？远了我怕你听不见。听得到。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哎，这是我的被子。我知道。我是说我喝过。我不嫌弃。我们聊一下吧。看来排除法奏效了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需要可乐加辣椒。首先，我要谢谢你的善意。善意？不，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，绝对不是为了向对方展示善意，他是为了满足自己。是，不过你不让我知道的话，你大可以去满足你自己，这是你的权利。但是你现在让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情就开始困扰我了。困扰在哪儿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你。很简单啊，答应或者拒绝。我们不合适。不合适在哪儿？很多地方。比如？比如，你相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，而我相信爱与和平。我们从人生观到世界观都很不一样。但是我改变了，我现在也相信爱和和平了。陈浩山，你听着，邱教练，以前我一直认为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非常愚蠢，什么爱、和平，真的非常愚蠢。但是后来，你用你的坚持，一点一点地改变了我的想法。比如，你对工作的热情；比如你对孙磊持之以恒的感化；再比如，当所有人都不看好我，认为我会输掉那场比赛的时候，你挺身而出，你为了我的前途，甘愿把所有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。不是不是，我觉得你有些误会了。就算不是你，是别人，我一样会那么做。可是裘佳妮，对于我来说，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。第一次有一个女人会为我做这些事情。